今天星期一，带您吃炸鸡，欢迎收看全球首档炸鸡类美食探店节目《周一吃鸡》。我是生鱼小妹。今天我们来到了白云观街附近，带您探一家炸鸡大王——老北京美式炸鸡。走，带您吃鸡去。今天星期一，差点没炸鸡，对吧？你们以为是摄影小妹录了吗？我也以为是摄影小妹录的。我们本来来录的时候是让摄影小妹录的一期炸鸡，但是没声儿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，赶紧跑来补录一段。那摄影小妹在上。然后他们家这个店开在白云路上嘛，就是每年大年初一要来白云观摸石猴嘛。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要摸石猴啊，反正我每年都来。然后摸石猴出来以后。